欢收看 NTV， 我是妞妞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些丽卡魔法变法娃娃系列，小鹰娃娃变法沙龙跟丽卡娃娃，这两只就是这两只。妞妞没有这只，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两只来演小剧场。我们先开娃娃，这是丽卡娃娃，这个是小鹰娃娃，很可爱。所以我们现在先开小鹰。嗯，我喜欢小鹰。小鹰要用手这样撕。我撕不起来。丽卡跟小鹰都救出来了，耶！我们被救出来了。我们猜出来了，里面娃娃是这些，真真的哦，它是真造了，它怎么把它变色？哇，好漂亮！看妞妞太久了，所以一二三变，是的，妞妞美发店第一天开张，介绍一下我的美发店，是进门的地方，这里是妞妞美发的地方，这个就是一转。就可以洗头咯，这样子洗完头之后再转就恢复咯。小鹰，什么了丽卡？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吃喜酒吗？对哈，我们头发又很漂亮很漂亮哦。听说这边开了一间妞妞魔法美发沙龙耶。哇，你知道在哪吗？而且它现在刚开幕，买一送一。哇，一个人做头发，另外一个就免费耶。对哦，那我们赶快去吧丽卡。可是买一送一应该要有很多人排队啊，怎么没有啊？可能是因为刚开幕，还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吧。那我们赶快进去吧。好好好，门口好好好哦。哦，有人吗？欢迎光临，请进。我们没有预约第一次嘞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吃喜酒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小鹰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是丽卡。好，谁想要先来？让小鹰先好了。耶，好棒，谢谢丽卡。请你坐上来，我要帮你洗头。冰。哇洗头吗？怎么不洗脚了？你难道不想要涂指脚油吗？这个店怎么那么奇怪？不是洗头，为什么变洗脚了呀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按错按钮了，是另外一边。哒嘟滴，丢啊！这样子才是头。客人的头发真长，等一下帮洗一下，麻烦剪一下头发。那、no, 我不要剪头发。好吧好吧，你的头发太多了，先上水。咻，你要凉凉的还是舒服的？凉凉的。啊，好清爽啊。啊，客人你还好吧？我还好，我刚刚不小心滑倒了一下。好，现在我要帮你梳头。老板，我好无聊，我能做什么呢？可以先敷面膜，但是你要躺在地板上，没问题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帮你敷面膜。这样躺可以吗？可以，因为我们这里都是有脱过的，没关系。好舒服啊！你看，在这里先睡个觉，等他一下。好哦。你想绑什么样的头发？老板，我想绑辫子加上染头发。你想染头发，找我们这支店就对了。真的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里什么形状都有。那我想爱心的。我们这个染发是超快速的，通常是洗头、染发，再来是绑头发。我这件是先绑头发，再染发。那怎么染呢？交给妞妞就对了。你想绑怎样？两只的。好，请转。
老板，这今天开幕是买一送一吗？真的，等一下你们两个我算你们便宜一点好了。你客人，你想要你的朋友是什么头发？冲天炮？不要吧，就是要他最爱鞭炮，所以我就要给他一个冲天炮。我们冲天炮发型很贵哦，要10000块。哦，那一个很漂亮，我要冲天炮。你别不要那样了，我连10000都没有。哦，好吧，你搞完工，请看一下如何呢？好棒，我要啊！老板，我看到了一个好漂亮的，我想要用那个。哦，你想要我们这个施华洛？这个是加购哦，一个10块，好便宜。我想要那只黄色的蝴蝶，还是橘色吗？对，这只是橘色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哇，那我想要染头发了。 OK， 交给我就对了。老板老板，我的面膜做得太久了，好像已经干在脸上，拿不起来了。那我帮你冲个脸，它就会干了。嘘，好，你可以先去再去挡一下，他这个如果敷好，他会自己飞还给我。好吧，那我再等一下吧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会有灯呢？这是最高科技染头发。哇，漂亮啊！再来一个，完成了，现在换你姐姐咯。谢谢老板，好漂亮。终于到我了吗？请坐好。B， 咻。绑什么样的发型呢？今天，那我绑辫子好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就好了。老板，我好无聊，我可以做什么？那你可以敷面膜啊。我躺这里没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就让你敷面膜吧。客人，你是不是染过？你是双色头？嗯，对啊，之前有染过哟。那我像夹子把你夹住喽。好了，完成，这样子，哇，好漂亮啊！那我可不可以选后面的这个装饰？可以啊。好，你来选，你想要哪两个？我想要这个四叶草的，这个四叶草这个吗？对，还有那个蓝色的花朵，你选这两个吗？对。两种的可以吗？没问题，交给我。真的好漂亮啊！把你的须须整个染。好了，完成。总共多少钱呢？我这是特价呢，两个人加起来是200块。好，那我们一人付100块，100，100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要去吃喜酒喽，拜拜，拜拜，请走这里，拜拜哟。这个笔都是一样的功能，所以我刚才就用一支。它这个头发的颜色很快就消失，所以要用这个再补回去。如果你们笔没电了，你可以再换电池，一个只要3个电池。绿卡，妞妞觉得很可爱，谢谢妞妞帮我做那么漂亮。那跟大家说拜拜吧，拜拜！我推荐你们来家妞妞的这间哦，拜拜。现在我要抽12月11号，在这里。拉不出，这12月11号的一个米妮戴着圣诞帽。可是他脸有点黑脏脏的，我刚刚化妆，结果，我被人打了，我就哭哭，我的妆就变成这样了。不过想要看12月12号的人，明天看到最后哦，拜拜。如果喜欢。
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妞妞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妞妞还有第二频道叫。